Round two. 现表现欲非常强，表现很。Final round， 观众朋友，武林风环球青蛙争霸赛釜山站男子67公斤的比赛第三局比赛开始了。红方中国勇士铁英华，蓝方是泰国拳王是巴克。今天这个泰国的拳王是巴克真是有备而来啊。那么在第三局我们看到小伙铁英华想用什么，我就硬拼你拳，我靠我的力量你拼了啊、哦、就是冷静的出拳，看到没有，他我不乱拳打你，你看铁英华看到他不冷，他能冷静的给你出，不乱了，不乱，把自己心态放下来，放平点，利用自己出拳的成功率来杀伤你。这个时候铁英华也在寻找这个申帕克的这种空当，因为这个小伙铁英华的比赛节奏突然一变，我这压着你我不出动了，现在使的是申帕克也暴打了，也暴打了啊、这申帕克他那边有句言，刚开始打了，你看打了这个前两局的这种进攻，现在他一主动的把节奏稍微控制下来了、所以说现在铁英华突然一收让申帕克暴打，他希望你给我打对攻，希望你出来啊、然后他抓你的打板，你看这样一压他，现在他暴打了，对，就是说一个选手在比赛当中突然节奏的变化就把你给打乱了，因为要拼力量的话，铁英华的上身量的拳的力量要比这个申帕克要重啊、我这一压死申帕克，哎，这怎么不出动啊，不动啊，啊，他又不是很
很善于主动进攻的一个选手。节奏的变化也会有心理的变化，心理的变化动作就变形，是啊，包括一些技战术的一些变化，会影响整个局势场上的局面。我觉得这个申巴克一阵疯狂的进攻之后，他适当的把节奏稍微调整了下来。这个时候铁鹰旁，我觉得应该实际这个申巴克希望铁马把比赛节奏打起来，我硬碰硬的打，你这样压着打他反而不敢出动作啊。他到底这个小伙到底怎么出呢？他不知道，对不上你的，就是说研究了半天对不上点儿了。虽然我们有时候看这个搏击比赛，不是说你的这个技战术怎么样，你要看谁能控制是谁。哦，你看这种节奏能控制啊。由于这个申巴克的这种节奏的控制，现在铁叶华的动作出不来，对，现在也非常的着急。